这两只龙虾，猜猜看哪只更肥？他就是三亚贝仔课的心灵导师梅姐。我本来就不是梅姐，梅姐是我妈。很多朋友都不会挑龙虾，翻过来看肚子，左边这个比较胖，但是它的鞭刺会长得比较长，肚子是比较凹进去的。然后反过来我们看一下这只龙虾啊，整个原身都是圆噜噜的下来的，左边这个边角这里特别短，已经非常的靠近肚子了。这种龙虾是最肥的，用灯光照的时候，这个最边边是呈那个金黄色的。再看它的尾巴这里，里边是金黄色的，肚子这里面这里也是金黄色的。这种的话，它的蟹黄会比较饱满。像鲍鱼的话，它会卷边的，都是特别鲜活的。而且发现没有，这个鲍鱼肉特别满，已经溢出壳来了。皇帝爷更甜哦，一会切一个给你瞧一下。壳都是嫩粉色的，来试一下。有一说一，梅梅家的海鲜在良莠不齐的三亚品质确实算高的。这是珍宝蟹，这是您的蛏子王。全国各地都有人开着拖拉机来这里吃榴莲炒冰和椰子冻，真是一顿有可能撸走你嫁妆的粗茶淡饭呐、啊。